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是各地天气是正烧热，拢是侪分较好天。过到西部甲山区，可能会落雷公雨。咱做伙来看分图。今仔日透东南风，大部分的所在拢是侪分较好天的天气。嘉丰平的花东地区、恒春半岛会落短暂阵雨。一若过到了后，西半部甲山区可能会落雷公雨。民众若是出门，都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。山区就要注意溪水可能会汹汹涨起来，也若地势较低的所在，民众嘛要注意可能会淹水的问题。另外，温度的方面，各地高温是31度至34度。活动的时阵，高阳山区的所在甲溪坎拢是橄榄色的灯号，恐惊会呛到36度，民众都要加啉茶补充水分。